可以分享我这些的创作哈。那在进这个创作之前啊，因为如果过去我就说有熟悉大概我作品脉络的人啊，那如果这几年没看到作品，大家会觉得说，哎，很奇怪，好像怎么好像跟过去的脉络乍看不太一样。那如果熟悉的哈，那也许好像或者是像黄老师说，也许北部这边距离我过去在台北市立美术馆，这已经非常久远的事情了啊。那我想透过今天这个机会，也许我等一下也会放哈，因为是黄老师之前有建议，就是说我可以放一些过去的作品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到底这个当中艺术家的一些转变哈。还有我也试图把好像几个不同面向的我在这几年的作品，让它好像看起来合而为一。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好像一个在过去在建筑系任教的人啊，或者是在景观系，然后再回到美术系，那最后其实很单纯，回到就是啊，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作者，他自己本身不需要再切割成好像那么多面，然后我试图让它融合为一个，好，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很真诚的反映，就这个展是反映我跟家人的一些生活哈，虽然有点半自传日记式的一个展。所以有含有一些我觉得是私密跟公开的那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一点，我个人是看起来应该很简单，可我觉得我可以想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其实要花了将近十几年我才说得出口。好，那我想我先说明到这里。我跟他很久，我不可以说几句吗？我一进到这个展场，其实感触刚开始其实有点陌生，可是我逐渐的，就发现很多的线索就慢慢拉出来。但我不需要就是依据今天的评价。要推展的东西，我必须要把一些脉络稍微讲一下。它其实就是它的本事是非常非常多元的。比如说，它是一个色彩专家，色彩计划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色彩，而且它的味觉，它的味觉就是我们的我所吃的，它还是个各种东西的。它可以为一堆的一些东西来做配，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整个组合一堆的人，然后去跟他做分享的人。而且你知道那个他是应该是更早不是他的哥哥是越南的，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偶戏的皮影戏的那个。社团的团长的经验，你知道那个小时候有那个剧场的经验，它影响很大。在我们艺术家里面，比如说陈建伟，他比较是电影院，这个会影响他之后的。比如说黄宗宇，他爸爸是海军的，就是他以后住的地方就会不断的去重新那个海洋的经验。那他的剧场经验，我觉得是可能有，还有他，我只看到他不断的旅行，不断的旅行，不断的旅行。一年回来好几次，而且跑了去很久，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他的法国经验可能很重要，就是法国留学，他对那个符号学就是那个结构这个部分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掌握，还有我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房东告诉我说，你要理解那个法国人。光是那个结构性的部分，整体性的东西是不够，因为法国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布鲁斯特的基地伊斯摩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我就说这两种过敏，还有就是无感的那种敏感度都有，那还有就是那个剧场，我想这样的话就稍微可以把大概的氛围味道稍微调到可以稍微过，就稍微换一排比较好。那当然是，就这个展览，就它的线索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这边是父亲，这边是他
为什么是2004年？还有一边看起来挺美的，可是好像它有点奇怪，那些东西也奇怪。然后另外一边看起来好像都跟建筑有关，可是建筑这边呢，它烧了当然变得比较阴暗一点，比较沉重一点。可是另外一边那个水一边，折纸的部分又很亮漂亮。那折纸啊，不光是折纸，看起来有一点点假如说这边是建筑的话，那边好像是有点道路的痕迹，就是我们在不断反复、不断反复，就发现那个线索不断的跑出来。那刚才说这十周年的东西，不是个简单的，那也不是你用这样子写文章的一条一条就可以写得出来，它不需要有很多东西放在一起不断的交织，用你的那个快速的那个头脑连接，也许可以逐渐就把这东西展开出来。那但是可能要问一些，就是为什么2014年？我想哈，因为我老师那天说，也许我们可以整理一些，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就帮老师摘录之前他写的那个时候的评论哈。他认为我是一个，所以我觉得某个点我自己很同意，就是温和随意的方式。好，那我试着有我从你的那本书里摘录的哈，所以这个我很确定哈，这个不是我帮忙写的。那我觉得很好玩哦。那如果我听着。那今天我们刚要讲的，老师刚是问我说，想要知道说，因为你等一下回答没关系，那个为什么2004哈？那其实各位也很单纯，2004就是我们家可能您得离开村子，好，我们当时住了一个村子叫董兴六村哈。那个时候搬迁哈，那这个搬迁的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啊，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是大部分有这种经验，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不是只有眷村才有，包含我前阵子做清泉岗的公共艺术啊，那里我们也遇过，就是有太多的人在当时，他如果要盖机场，就是阳明山计划一旦签立的时候，政府也就下令要那几百户的人家迁村，所以他们就得迁村。所以我觉得只是这种的记忆，就是它有点离散，就是你突然一大群人，你就得被迫，你要离开一个原来你的点。那我们的唯一不同是，如果有一些眷村背景的人哈，他只是很单纯，因为我们从小就会告诉他，那反正你要修什么东西都会告诉你，不用修了，因为明年就要搬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明年就要走了。这个事情我听到，就是从我出生到2004才成真，所以也就是说持续了将近40年吧，哈。那所以在这种大概40年间，你每天你都觉得他是你家，可是每天你都不能说他是你家那个心态。所以终于有一天，到底是好，或者是也有很多人很高兴，因为就尘埃落定，起码你知道你就真的搬了嘛，啊，或者你还是在那边挣扎。所以我想是这个心情啊。那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要从2004以后，我父亲他们怎么试着搬到新的地方安身立命，然后跟我自己。在这段期间好像跟我乍看无关，可是实际上我自己发现原来一直都有影响，只是我好像当作试着不去谈那个事，或者是很自然嘛，我就忘记了。那知道这个事情就很怪，可能我开始慢，那个时候我记得2004我在干嘛呢，我可能就在建筑系任教，非常的忙碌。好，所以一边我们刚刚有讲，一边在拆村子，一边正在弄村子。好，所以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变成在这个计划里，好，那我就会很想说，从之前我绝口不太想要去谈，甚至也不太想要去谈是不是眷村这个事哦。那直到最近才会觉得这个事情原来好像也要有个交代，然后跟家人，然后我看到我父亲这么热烈的不断的透过折纸，透过一些色彩，我觉得他得到某种有一种有趣的一种疗愈哈，或者是，所以我才在那个行为当中里一直在思考说，也许我该跟对那个时代，或者是对我自己的那个好像那一段的岁月，到底我可能在做的什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人物哈，那我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从好像回看两代，就是我的阿嬷再还有我爸爸再到我，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也就是台湾整个小缩影，大概也就这样发生了一些事情哦。所以一开始出发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先做了第一个展，就是短暂停留，是在二零二零
两年前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哈。那我通常在展览，不管是这一次或过去，我大概蛮喜欢的，就是我会把什么空间记忆，好，我认为是有点蒙太奇这样的，在我的脑海里跳接。那当然，老师因为我们都毕竟都可能是在法国受教育，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当然大部分人会谈了很多像李维斯托啊这些结构的，还有人类学的一些事情，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受了那个刘奇伟老师影响蛮大的，因为我在东海念书的时候，刘奇伟是从中原大学的建筑来东海教我们，跟他以前带的课都不一样，除了水彩课，因为当时的主流不是这种水彩，另外一个就是带的就是人类学。那我反而也因为那个原因，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田野调查，所以后来这个对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有兴趣。就是对一个传统美术系，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想要去碰触，社会啊、人类学。然后再加上蒋老师、蒋勋老师的关系，我们在当时就跟建筑系比较有多一点的来往。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几乎都建筑系的，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是跟着建筑系老师去踏勘，去看台湾所有跟历史建筑啊，就当时可以的，所以东海建筑、成大建筑。很多建筑系一起联合，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去看，所以这些就会变得很自然，都是我大概有兴趣。那也为什么就会变成我回国教书，我不是回美术系，我是去建筑哈。所以直到建筑系里我待了十年之后，才回到东海美术，然后也当中也去帮了景观系，去景观系也待了将近九年哈，就是协助了景观。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在当时里的一些很特别的原因啊。那可是最后想一想，我这么多年来，我说好像有一个钥匙被我丢掉了。一旦我愿意重新去看，然后重新因为接触，还有我开始这样想之后，我就有个因缘，我就做了除了宝藏研建筑，我在台北宝藏研就两年。那两年的当中，也很多事情重新回来，我就重新审视跟环境的关系。还有这一群人，我看到好多老伯伯离开村子，他们回到宝藏岩来过来跟我谈往事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我好像应该更做点什么，不是只是在是停留在自己私人私密的创作。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也就被委托，我也就同意了，做了回到家乡做了马祖新村。那个原因是最后我想一想，原来其实当然都是有一些关系的，虽然有点曲折啦，可是最后想一想，它是串在一块的，所以就等于说，从这个展，它其实我回顾是因为我在心态上愿意接受，好像开始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好像有一个方向，就会把我带到跟这方面创作是有关的。然后也选择一种比较间接，不是我直接创作，是好像譬如说是我父亲，其实他比我更像艺术家好，或者是有一些是别人做的。那我在这里呢，变成了反而是那一个。正在做各种剪接，做各种编辑，然后试图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可以串在一块，是不是这样？好，我再问别人。那刚才桂兰说那个他那个剪接拼贴，我不是太同意他这个说法，因为说的还更精准的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他刚才讲，就是他原来做地方我不是很清楚，可是他后来比如说又去研究，宝藏岩那边的地跟其他地是不太一样的。那假如说是另外更大的，就是眷村，我不算眷村子弟，可是我住在眷村旁边，就是有眷村的朋友，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就是外省第二代，就是那种就有住房子，可是我没有地，就是那种有小小的房子可是没有地的那种人的心情，这边要特别去谈。比如说就是我想问，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就是你这边其实不太处理地，那个地是将来要整个就是推掉，然后就重新移掉，就比如我干干净净那种地出现过，可是却没有就是安身立命这种东西那个地。还有这里面出现几个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那一张那个古代那个船，它还有四只脚那种，可是在这么小的船上面，而且只剩几个板子，那这个几个板子上面就骑了八个人，这八个人看起来是两三代，骑那么小是什么？
什么意思？比如说是小孩子很小的话，就是很小床就可以挤很多人吗？还有那边有一块地毯，那地毯只要三不做，因为都是毛的，而且看起来是有点边疆，就是有点那个民俗，不叫不是台湾的，是其他地方的边疆的。那你知道那个地毯，地毯就是游牧民族的地嘛啊？我到什么地方就放下来，我放着，然后就上面盖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地啊，我确定的地啊。那那块地上面，因为我的五感挺好的，就是上面我就仔细看，那边呢洗得再干净，它已经有一些就是棉屑、毛屑，就是毛衣的屑，就是棉的屑，或者说头发的，或是其他毛发的，还有就是，假如说你常常不剪指甲的话，多多少少会粘在一边。因为假如说你还有吃东西掉点东西，所以身体有骨头，就说那个地方是家里团聚的时候，脚皮、指甲、身上的毛发，还有其他东西会粘在那个地方的位置。那这个东西跟那个床板，然后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说，哎，怎么有这符号有交叉？可是我觉得交叉更有趣的是，你知道那边有很多那个折纸啊，对不对？那折纸干嘛用的？折纸那个是我通常就是没有用的纸来折，折以后的东西是放在桌上。大概你通常什么时候用呢、啊？应该是晚餐才会用，早餐没有骨头嘛，对不对？所以就用不上嘛。午餐就是吃的比较随便，那假如晚餐的话，就是大家吃的比较好一点，就有那个猪的骨头啦、鱼翅啦，还有其他东西啊，所以那个折的一个一个，那个东西就是垃圾袋，桌上的垃圾袋可以放一个两个，所以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就是只是他的父亲那个就是强迫症的做的东西之外，他其实有跟晚餐有关系，那是晚餐一起。吃的时候，然后用来就骨头的，那是它直接连接就是一家人团聚，然后这边吃饭，然后骨头的东西。只要这样的话，又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那个饭桌，那个大家坐在那边一起看电视聊天的那个毛地毯，还有就是一三代一起在一起那个那张床，这个符号应该挺重要的。然后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种符号很重要，就是那个小袋子可以是一张就是那个碗，那个饭桌，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它还蛮像，那就是家，就你那个眷村的家很小，就大家都挤在一起，那个像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家，或者说这个是大的行李，你会包的小行李，那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可是我更感动的是，当这些跟像床，像那个地毯，像饭桌，像是一个房子的东西，是有一天它被摆在一个清的干干净净的那个地上面，然后这些就是按照它原来有房子的地方摆，这个我不晓得，我感觉上好像是。接着可能就有车子什么东西就帮忙就把一步一步的东西把你出去，真的有感觉到那是巨大的迁徙那种感觉，这种的感觉我在其他的作品中没有看过，可是你在这边在你的作品中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描述一下，就是说你们家的那个为什么这个床还有那个地毯。还就是那个吃饭，或是也许别人家没有这么珍惜，可是在你的话，好像这东西是关键的，就是这是在一个没有自己地、没有自己的邻居、没有自己亲戚、没有自己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那也是更加的珍贵。就是我有看到，就说这个，就说那种的居住的那空间的感觉，你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是怎么样？你。会让人家产生这样的奇特的感觉。我说你其实因为有一个建筑的训练，就是这个我挺好奇的。我个人是觉得每一次要跟黄老师对谈哈，都有点也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好像没穿衣服，好像他很奇怪，他会
从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线索里啊，你就会觉得你他怎么会发现这些这么细致、这么小、幽微的东西都被他看到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线索是有点可怕，因为他的解读，我们有时候跟刚其他人不太一样啊。我也刚讲说，哎，带领，因为我这边也是随机啦，有一些是我过去，我本来想说，哎，万一老师有需要什么啊，那我们说我这边也可以补一下，就是说啊，可能老师在讲的东西，为什么我可能会很？比如说，我以这个好久以前哦，这个是当年打开当代的邀请我，好、啊，这个好久以前的作品。这个在那个，这个在嘉义呢，在竹田。竹田另一件哈、啊，那件后来被高院典藏。可这件那好、啊，那件真的很可爱，那件高院典藏。可是这件最有趣的是，为什么只是这样讲，就是气味的问题。其实这个已经大概20年了、哦、大概也有了。这作品它。我当时是收集所有我那些朋友或者亲人的比较贴身的衣服，每天常常穿的，像夏天这样贴着，可是都洗很干净。然后洗很干净之后，我再收集起来都已经破了哈、哦。那有那个不同的痕迹，然后我就把它当时把它车起来哈、哦。那车起来之后就放在一个小房间里，我这间就叫做收集。有一点收集气味能量的一个房间哦，所以很幽微，可是那味道还真的很奇怪，就是有刚刚说的味道哦。所以我说，虽然我这一次没有刻意要把这个气味这么明显，我刚刚觉得很恐怖，老师怎么感受到的啊？啊，因为其实是啊，因为我一直说我不是很想做，我之前不太想做这类作品，我比较想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学院里抽离的情感，我不太想谈，就像包含。我个性里面都带一点做作品，所有的作品虽然人家说的老师以前是说为温也为热嘛哈，就是我也没有要那么谈大的痛苦，或者是我喜欢疏离感，带一点疏离、抽离的那个情感之后再去面对，所以我过去比较不处理，即使我要谈家人，我谈的可能就是这样看到的衣物里面被我缝起来，然后进去是闻到气味，而不是一定觉得有什么。因为我要谈的是那个很贴着你身体跟你有什么感情的这种事哦。那在这一次里呢，因为其实也很单纯，因为我也喜欢谈那个边界，就是因为我当我父亲做那个骨头丢骨头的这种一个纸盒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哈、哦，这个我还是必须讲，因为他当时因为我们家等于搬了之后，那可是对老人家而言，即使到现在他失智的状态哈、哦，我们问他。你最喜欢哪里？他哪里才是你家？他一定会告诉你笃行六村，他不会说他是大陆哪个村子，不会，他会告诉你，我就是笃行六村，我家在笃行六村，我喜欢笃行六村。哦，这样的话不断的出现，就是他喜欢台湾在这边，他在这边生活那么久。那个村子呢，自从搬离之后，他每天哦，就是风雨，几乎风雨无阻。一个80岁的老人啊，每天要跋涉走的来回，大概也快要6-7公里，每天走，每天不间断的将近10年，直到那个土地被另外的买去之后，后来才盖房子。那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也就发现，我爸爸呢就发展了另外一种乐趣，你也可以说乐趣也很有趣，所以我赋予那个空间，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很有趣的色彩，是因为。他要走到那个旧村子的时候，当中这样6-7公里，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台湾也正在，既然这些村子都拆了，不是只有我们，那是全台最大的那个眷村改建案，当时是最大的眷改案，这个1000里这个是非常庞大哈、哦。那在这么庞大的里面，就会发现周边当然就会盖新的房子，拼命盖嘛。所以呢，大量的招贴就贴在路边。那当然对他而言是没有这种联想，他只是告诉我说。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拆这些？”他说：“哦，你看，政府为我们好，都要有新的环境了。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乱贴招贴破坏环境呢？所以我们要整理环境，让它看起来很怎么样？所以这里又让我又有另外一种觉得，他们还是很正面的看待啊。所以他就每天去拆广告纸。他说我是免费做志工哦，啊，他就每天去捡去拆那个厚的泡棉胶都这么厚，很难拆。”可是他居然可以有那么好的技术，用一把小刀哈，每天在那里推。那我就觉得，回到艺术概论里啊，第一关告诉我们什么是艺术，也就是告诉我们从类似游戏或者带什么目的，或者他在推推推，我就发现他怎么发展出这么好的技艺哈。虽然他这个技艺很有趣，不是为了做陶，不是为了什么生活所需，只是要丢一个
结果呢，一个这样丢骨头的一个纸，在他逐渐拆了纸回来之后，他还发展出另外的兴趣，他觉得不够好看，不够坚固。他说这个盒子不够硬哈，人家丢的骨头比较大的时候，盒子就软掉了。所以他就开始解决力学的问题哈，他就整天想怎么样会比较好。那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是蛮有趣，我就一直观察跟他讨论。那后来又更发展的就是配色，就如果有各位有注意到那些纸盒，它是有配色的，它的配色里面从中心发展或者渐层，就是各式各样，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长期讨论。所以当它赋予一个本来就有一个机能，是想它可以没干嘛可以丢骨头，是回收物，回收物之后又再次的被转，被转了之后呢，因为做的太可爱太好看，我后来就发现它还一盒一箱一箱的整理好，放在一个礼物袋里面，就是人家送的礼物袋，送很真诚的送给每个朋友，就有些人拿到很开心，可是有人拿到也很紧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当他太慎重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拿来丢骨头，随时用了就扔呢？所以这就发展，我当时就会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就在想这个事情已经变得好像那个机能变成一个回收物的机能被它又消除掉了，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可是你又不是说它是艺术品，所以在这里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就试图在这个当中常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样比较好看啊。他后来觉得这样很比较好看比较好啊。我说可是爸不是就要丢了吗？啊，所以在对照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么多年里去讨论，而且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最近台湾流行哪些照片、哪些颜色，正好被它拆回来，我们做出来的盒子具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哦，最近流行什么就会有什么，所以我正好放在现场的有一个就是什么公民觉醒哈，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几年前正在大谈公民觉醒，可是旁边呢为了配色，他就配了一些那个房子。什么多少钱一瓶之类的哈，所以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荒谬，可是我觉得好现实、好真实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城市的概念。那在这种概念里，我也就慢慢的也体会到，他从这个当中打发了他没有那个家园。他过去每天，虽然我家很小，家很小，我们大概我记得小时候大概两平吧。两瓶不到，全部的就挤在里面啊。那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就是一个架高一点点的床，全部人挤在床里就一起嘛。那可是，在那个时候有个优点，就是你反正前面有一些小点土地就可以种植，所以眷村很重视的是种植物这件事。像以前他们可以种东西，现在是再也不能种嘛。那既然很难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所有的精力就花在折这些纸。跟配色上，还有去他认为他在维护市容这件事啊，所以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是在想，到底我们是怎么告诉别人说这个城市的愿景啊？那父亲想到的是这样，那我想到的是一个城市，因为我正在建筑系，所以我想的反而是怎么样一个公共的一个城市的愿景，还有我们到底怎么样再去往下一步，所以也从那个部分里，我自己也转移了。其实我后来直到现在，我的痛苦就是，我其实从2004要搬，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应该回来整理开始，我就已经把好像要返家这件事情那个钥匙就把它扔了。我是扔了，我那时候真的是扔了。我说的扔的是心理上的那个记忆的钥匙，我直到后来才把它们找回来，而且逐渐找回来。虽然我其实后悔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回来抢救一件事，至于我以为。好像你就会刻意疏离，不想去谈那个事。可是它其实原来一直都在。不管我做什么作品，用如何迂回隐藏，不想谈。那我觉得哦，原来刚刚老师讲到的什么那些东西都在。所以我觉得那一种人，你必须跟你的原来熟悉的环境说再见，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一个人要跟你的家、你童年所有记忆说再见，其实真的蛮难。所以那些有点细腻、有点伤感的事，我是把它。秘密的放在好像平常里的一些观察，那可是我对，反而我把这种方式里，我爸爸可能寄托在一盒一盒的纸盒里，他把它塞得如此紧实，觉得这个很牢固。那我呢，确实一直在感受到一种没有根，所以也在这一次里面很有趣，我做了有些作品，也试图让那一种，好像把所有的东西不相干的事，我也是试着把它们扯起来。好，在这个当中，你希望它都串下来。当然也有包含馆长上也是，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些线索、一些根哈。那我自己也在想，可能就像我们这种漂浮、有点漂浮的人，好像试图哪里就觉得是试着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我甚至自己长期以来都觉得，
我好像有刚讲到的地毯，我只要一小块什么，我一铺，我就觉得就是我的地盘一样哈，就我就在那里，那随时卷一卷，你得到下一个点就拔营，你就到下一点，所以这个也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好，所以我对游牧民族里喜欢用的某些地毯是非常有兴趣的。啊，因为它好像就是你没有土地感，可是你可以让你自己维持一种移动的一种状态。那这个状态里呢，你就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安身立命，然后让自己，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就像我说，小时候父亲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新年的时候，我只会问他说，我们要不要做怎么样整理啊，要不要油漆啊，或粉刷？他说啊，他们告诉我们说，过完年后就要搬了。啊，可是这样的话，我说当你听到第四十年之后就，已经就很难把一个你觉得是家，你就没有办法在。所以我知道现在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我很害怕一个隔很小的房间，我很喜欢大空间，就是我到一个点都不喜欢有隔间，我喜欢空空的。好，一直都有这样，就像你要说整理好平平的、空空的，我好像随便铺个台，我随便吊一个什么，我好像就会比较自在。所以这个也是内在的情感，那当然也是透过很多年后慢慢的自省才有发现的问题。我可以挖一堆出来。我说衣服没有穿。这个好像，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哦，这个吧。其实它又像帐篷，又像是母亲的肚子一样。那另外的那个版本是，你可以伸进去。里面可以抓，可以有东西可以抓，好像是种子，各种种子嘛，好像是的，可以吃种子，就是他还不说了，就太多了，就是一个帐篷，然后一个袋子，那里面伸进去是食物或是种子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到那个味道，我曾经看过他一件作品，就是他收集一大堆比较像是新娘服的那个各种，就是好像深色的居多。那就他收一大堆一大堆，也是有点像那个方法，把挂在两大地方。那我们只可以从底下穿过去，我们通常是不太有机会从女生的裙子底下穿过去。就是咱们穿过去的时候，你会，但是他也许是剧场的那个就是戏服的那个的经验，或者说就在那个就是他是个有家族的。或是母亲的，或是祖母的、外祖母的，就是一堆的这种的，或是姐妹，或是就是你走在，我不晓得，就是女生走在里面的时候感觉，就我走在那边的感觉，就觉得说那味道是很重的，有资本味，也有比较老的人的那个的味道，就是你洗再干净还是有味道，因为只要那个衣服不是全新的，我们就会觉得那是有味道的。不同的年龄层的人，他会身上有不同的味道，就是那种味道，其实是那个感觉很强，特别是有些看起来是有点旧的话，就是他带一点点沧桑嘛。可是这个沧桑之前，他可能有些幻想，就说这个部分就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所谓的味道跟那个一点点怨的那种情感。可以在里面，还有就是，你刚才讲太多，我就忘记了。就是，就是那个，我觉得有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一边是2004，就是我的父亲的日常生活，这边是我的日常生活，好像从这个开始，父亲就过着那种方式。然后这边他就过着这种方式，可是这两边的方式，我们说你可以把它就只要用简单的方法是正好是相反的，正好相反的。那一边就是他不断的就是依照那个都市规划、都市发展，然后这边就有盖很多房子，也许就差很多房子。那我想仔细看，可是他不让我仔细看，就让我看不到。那我没办法确定说那个到底是拆掉房子以前那个的图，还是将来要盖房子的时候它的建筑图，可是它就把它缝在一起，稍微让你看到一点点，可能两种都有。然后在旁边有堆一大堆的，到底是地基图啊什么图，就是这里面绝对会跟建筑会跟拆房子会跟盖房子或者土地的筹划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女儿居然是就是
陷入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学习，可是另外一边却是一个就是一个老人，住在那个眷村里面的，而且是记忆不断消失了，他在那个地方不断做某个东西，让他不断的去看，然后不断折这个东西去恢复他的某种东西。那我对他那个行为我觉得可以再往前再推一点点，就对那个诠释，就是你知道我是个记忆很差的人，不要以为我记忆很好，就是因为记忆很差，所以我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去记忆，就是抓住那个，就是那个，因为你记忆太短，那你的记忆太短的时候，很多东西忘记，那表示说你的生命就流掉了。那用什么方法呢？比如说你不断拍照，那或者说你知道我觉得最舒服的日子是，当我有一天就做一段音乐很好听，那过一阵子以后就过一阵子就听，你知道那个听你曾经做过的东西，摸你曾经做过的东西，看你曾经做过的东西，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刻又回到当下，然后你如同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掌握在你身上，就是那个布鲁斯特那种非意识的一种记忆。那当一个他只有这个故乡，然后他现在住在那个地方，他每天去走他的那个身体的记忆，每天去把去看他的那个记忆，万一他几天不看，他就忘掉了。那每天去那边把那个所有的，就让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杂乱，有干扰的东西，他把它拿过来之后，有趣就是说，所有的那个外加的东西，他都把它转化成吃东西的那个餐桌上的东西，像个行李，像个房子，就是他这边所有都把它转化成就是比较甜蜜的记忆，作为一个房子，作为一个行李，作为一个吃饭的东西，作为一个床铺这个东西，那不断做，然后还可以把它变得很美，然后还可以变成礼物。就说这边有一整套的，就是保持记忆，然后把不好的东西把它转化成好的东西，然后一边可以分享，可以转化，就是这边有一个很。我不晓得他是有意思的，也不晓得这个就是他这么运作一个整个一个转换的一个机制，哦，这个还蛮有趣的，这个部分是值得再探讨，或者说也许很多老人身上都有这种行为，像我那个记忆比较降低的人，也有这种行为，就你不需要做某种的那个比较低阶的一个感官的行为，可是透过东西就做的却是一个很非常高阶的那个一个基础，不是转化的工作啊。其实在也可以回应这边哈，就是说像我父亲那样的做，我自己也觉得，因为在这几年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开始一直在讨论跟甚至跟记忆这个事啊，所以其实我做很多作品。当然都是跟记忆有关，还有我会处理旧的物件，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一些旧物件，像刚刚我讲这个裙子，这类旧的这个物件，它的确就是承载，就是原来它，因为它不是全新，它本来它就是好像已经有过一些历史，有些不同的回忆，所以当然我自己也很难说啊，我完全跟普鲁斯特这些事情有关，因为当然是有关，我才会选择可能去法国念书啊。我觉得我们有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一些选择，我可能就是很喜欢，就是我本人就有那种调性，所以我会选择到那些地方，正好在那边求学。然后里面你所有讲的，甚至像我自己那个年代，应该我们也受伯格森啊，我们都是受我比较是那个时代啊。还有在我很小，我可能高中我们读的都是存在主义吧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时代，我就说我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就会，我一直都会觉得最悲哀的东西就是你看到的镜头，我会尽力让他看到自己某个镜头，因为我会觉得没什么好难过的，大概就这样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反而会更有勇气做很多事，所以这是我个人只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嘛，就是我会一直试图做到，或者悲伤，像很多人我说啊，很多事都很悲哀，可是那个悲哀，我会觉得我比较希望，如果真的没什么比这个更糟，我就觉得我反而有更大的力气去做什么事。
啊，所以那我觉得我自己这样观看我爸爸，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很正面，第一个他也是告诉我说，他说怎么可以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他很希望做好。然后做好之后，他送人家一个，我们说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钱的，去折了这个纸盒，那么慎重，还拿了一大堆礼品的礼盒的袋子，一盒一盒装好，只差没有打一个缎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真的也很奇妙，就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我们很真心的给别人一个礼物，所以这个就像老师刚讲的，好像一个能量的转运。那跟我这几年做的很多工作，我其实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其实你看，我们刚才没有，我老师之前其实没看到这个 PPT 啊，因为我是那天的转述，然后没有当中没有联络到，好，所以没有跟他对话的。对，所以我正好题目定的就是我的能量转运的概念，就是我怎么去转运这样的一个事。好，那直到最近我还发展另外一些，我说叫艺术后勤，就是我去做别人的后勤啊。所以像我爸爸这个，我就说，因为我把我爸爸推到那个主要的那一个好角色，那我自己就来做这个女儿来做他后边后勤。可是当然，因为我也很傻，因为最后艺术家官还是我哈。所以在这里其实也蛮好笑的一个事，是为什么刚刚老师讲两间哈，就是我在这个记忆里一直在想，我爸爸当然是有意的，不希望忘记很多事。他自己也都会说啊，这样就会记不得，所以他就会一直很努力的每天看了什么事情回来转述。所以我也一直在试着看老人家这件事，还有他们的手指哈，跟我自己有常带他去一些机构，人家说要给老人复健，所以包含我自己在我自己做的部分，我就给他贴贴贴，因为他们给他们就是那种很简易的贴纸。好，让他们去贴，说刺激指头，刺激末端，哎，刺激末端，哎，真的有一点亮。所以我在这次作品里，它倒也不是说是反差，我因为我用这个对比这件事，我还是就会提到，就比较像那个色彩学里哦。那我们因为色彩学一直在谈，就是很重要的对比哈，对比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讲同时对比嘛。可是同时对比里，我们自然也会讲到即时对比，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的这个事。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次有这样的机会，让代管给我这个机会哦，那我非常的高兴。那这样的房子，我就一开始就在想，它有两间，那外面一个回廊这样，那我自己就会很想去做一个，好像有两个对比的可能。那这个对比，因为我们说过对比有太多方式，它有一个是完全对比的，可是它们也可以有一些对比，是像我们说互补的对比，类似的对比，哦，各式各样都可以有这个概念哦。所以那我就会想要在时间轴里，所以我也当时设计了一些路径，就是如果有人是从父亲那边的路径过来，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从另外一圈，所以我觉得他会先看到他的东西，就是有个先我们说的先行的经验，之后再转到另外一边，或者是当个人从我这边先看了一个很灰暗的女儿哈，一个房间感觉沉重一点，可是也很正常，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要承受的事更多。当一个父亲开始失忆，有时候我还羡慕他，因为他完全几分钟前的事都不记得，我觉得好，有时候也觉得好，他真的就不记得了，他很开心的，就你可能刚带他去打针，啊，几分钟前还抗拒，可打完之后，哎，他就会跟你说，哎，我们现在怎么在这里呢？你看，我就突然一下子我就得到解放，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不记得我刚带他来打针了，啊，之类的事。所以在这个当中里，我也就会在这个时间跟记忆，我也会刻意想要说，当群众的身体，不管从这边来，你先带着这样的先行的经验再看到这边，还是从我们这边再看到另外一边。还有我们长期，如果像我们今天正好有我们很多女艺会的一些成员啊，还有那在这边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女性这样跟一些角色。如果在某些时候里，我们谈在有一些他会觉得是所谓结构父权哈，或者是跟父权对话。可是我在这边却用的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是在这个关系里的一个对照跟互相照应的那个关系啊，彼此包容跟理解。那所以他反而是我也很微妙的想要去探索这样子之间，就是他给我的养分，他怎么给我的自由，或者我再怎么样的去。跟他之间对话，所以我也在想一个事，就好像我爸爸他自己做了一个色彩一盒，他一盒一盒的配色，那我呢就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好像音乐性的去跟他对话，所以我就会帮他再做另外一种配色。他是做小盒子里自己的配色，那我却帮他从大的方向来，让他每一个像马赛克一样，再去帮他重组，好，再赋予他不同的那个色彩之间的有类似的对比，好，近似的对比，也有一些。像这一次作为主海报里面，我也很感激这次的美编帮我做的，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然后他也会懂得，像有一块是纸
紫的，然后跟黄，他就会找到这两个很强的对比。好，所以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是找一个好像我跟他用语言就可以对话，用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会在这样的空间里故意制造。那当然也有一个点是好玩啊，就是我故意在外面放一个人类进化，把它们拍成某个金字塔一样，好进阶的。可是我另外一边在女儿的房间的前面，我在故意用倒过来。我们一般对女性很刻板，我们可能是这样子的三角形。好，所以我让两边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用这样一个对比的概念来谈。好，那至于说，有一些衣服，有一些味道，或者对一些幻想，我想这一直都是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像老师这次讲到说，我在强调一个都市里的一个理想，不管城市都更还是未来的都市设计，我们也许做出某些是觉得这是为多数人着想，可是未必见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适应。所以我在这里当然既然是女儿的生活，女儿的房间，所以我就以我的身高，好，所以我调的位置就是我进去可以，所以有点勉强，不是那个暧昧啊，我头上会痒痒的，因为那线就落在头上。可是有些人他如果小一点，他就会觉得哦，这个挺不错的，好，还有秘密基地，我还有听到观众说，哎，这里有秘密基地耶，好，那也有人呢，也许他就很高的人进去，他就非常的压迫。所以我这里也只不过就是当一个制度下来，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我很努力的，可能也许认为我去做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可我只是在这个当中要讲，我们可能有几种方式，有人决定进不进入，或者我旁边另外有路径，就是别人可以选择从旁边我们说的逃逸也好，或者是另辟蹊径也好，所以这个是我在很规则，好像在做一个规划一个城市，或者是我去看，甚至是我说一个都市设计里的东西，它是在我们的上面是理想的，可是我去走过去，我上往下去看那样一个城市，因为它已经变成的是广告，所以那些不管它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城市，可是它都是广告词，各种幻想、愿望，然后诱惑也好，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买的这些东西就幸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变贵妇了。就可以穿着贵妇服，戴珠宝，就有什么样的房子，这也有点点那样的一个趣味啦。所以在这里只是很单纯的。那至于这个红棉床，它其实也许等一下我会再回应，因为它跟刚刚那个小床，我是把它设定叫红棉床，因为这里也是当然还有除了父亲，我说一个家族是这样，除了父亲母亲，那我还有一个阿嬷，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可是我就是所谓的华韩籍，所以我在里面也偷偷买了很多华韩籍的那个线索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里面，那个其实就是我阿妈的一个红棉床。我从那个年代一直观察女性的角色，我很小就注意这件事。以前的人其实女性几乎没有自己空间，那我阿妈呢，唯一的空间就是那个红棉床。可是白天她必须打开，所有的小孩、所有人都会在上面玩耍，晚上关起来才是她的小空间。可是那个隔间是很柔软的，并不是真的那么完全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从那个床开始一直发展跟女性这个对话。那当然也在这一次里面，就是我一直对于好像没有自己一块土地这件事情，我就会一直用悬高这个方式来对待它，或者是我们去仰望一个看不到，所以我都很喜欢让观众是比较谦虚的进去。如果他想进去，如果不想进去，像这一个就是当时在107。它这个小空间，所以你进去你就必须微微的低头，是躺着进去的，因为它的那个空间也等于小小的一个房，可是门因为很窄，所以你就得起身进去。可是先让大家可以有选择权，这个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我比较不喜欢强迫别人，我会设定一个你要不要，就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多少时间？他们说我们有两个小时，都讲了一小时了吧？就我这边想再发展一个趣的东西，就是慧兰她绝对是那个感情非常丰富、非常细腻，对那个家族的伤痛，说集体伤痛是有感觉。可是她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她做的东西正好相反，就是如何去创造，就是。在情况不是那么好的人之中，然后去创造个可以合作、可以分享的这一种的，好像还蛮多的。在我的记忆中间，他是，但是我知道他也曾经用过那个
皮影戏的啊，还有他是策展人。那我是见过那个策展人的里面，就是旁边跟的最多人的，就是很多人愿意跟他一起跑东跑西，跑得很远啊，一下南部一下北部，再跑来跑去，然后就很多人就愿意就是跟着他做很多事情的人。然后他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属于一个眷村的经历。眷村，假如说你去马上已经知道，就是你眷村根本那个就是这一家跟那家连在连续。我要到我家，经过你家，就是穿来穿去，你家味道我闻得到，你家声音我听到，就是那种那叫做打破了那种叫做私有私密空间的那个极限，然后那个很亲密的空间之间能够互相串在一起，就是去看他的那个车展团队就知道，就是一堆的人在一起聊天吃饭看什么东西，就是完全打成一片的，而且会煮东西吃，或者说他在处理那个空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去处理那个就是眷村空间，因为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眷村不是只是房间，而是那个相互的关系，分享的关系。那这里面在眷村里面他的主要关系可能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个相互关系，而不会在城市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其他地方那个就是区隔很清楚的，就是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人的关系，还有人跟那个奇奇怪怪，就是依照一个比较人的比较小的然后克难的尺寸所规划的空间中间，人如何在里面穿梭，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状态。还有另外的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你知道有一年呢，我去东市吗？东市那个临平策展啊，对，临平策展一个在东市林场那边曾经做过大雪山林务局啊，对，那个展览，那个展览之前我去过，那后来在展览的时候我又去了，那个时候是因为921大地震的时候，那东市是一个灾区，然后就有很多人死嘛，死掉，那些尸要放哪里？就放那个制材厂的里面。那之后就是临平办那个展览的时候，那很多人就是对这件事情有点回忆，有些人就大家回忆不同的东西。那我记得他的回忆就是说，就在提示组的那个旁边的一块草地上面，他去，那是真的吗？假的话吧，假的花好像罂粟花之类的，那个插上去之后，你会觉得那些花好像真的，但是这个包括它对那个花的颜色、花的质感以及花种在草地里面的时候，它那个自然会分布成什么样的？就你看过去的时候，觉得说这是一块伤痛的地，可是这边却长出很艳很艳的很漂亮的花，可是看起来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这边有个很有趣的一个转换，还有就是假如说是那块地的话，就是很大一块就是空间嘛，那里面摆了很多那个又像那个装骨头的盒子，可是又像皮包，又像是那个一间一间的房子，又像是个准备要迁徙的时候那个每一家那个行李就堆在那个地方，可是在那边。他却把它转化到，很像是个小孩子的那个很快乐的一个世界。可是你假如说，这样对照的时候，这两边对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快乐好像不纯然的这种快乐，因为你去对照它远方，然后对照它的旁边，在旁边呢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旧的那个眷村的旁边那个砖墙，可是已经倒塌了。然后那个远方的那东西，那边有两个窗户，你们注意到，一个窗户是像那个101一样高楼，可是这边对面比较靠近的地方有铁丝网，还有杂草，然后另外一边是看起来好像是以前很久以前的房子，可是就没有人住了，然后那个快倒塌了，然后旁边有一棵芋头，就说这边其实它在那个完全遗忘变成一个天真快乐的那个。其实它不断的就是在远远的地方就提醒，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是不断盖大楼，
那个东西不断的就是成就了它人口流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有一些高楼啊，然后它前面是一大块的黄土，我不晓得那个什么地方，说不定是那个东岸的黄土，就是那个、是吧？是吧？对。我的视觉记忆很好，那那个是整片的那个房子拆掉之后，然后在远方就盖出一栋一栋的房子，那一栋一栋房子啊，又跟你用的那个那些盒子所排的那整个场景很像。一方面看你快乐就忘记，可是其实你旁边又有一些小的那些影像，就重新把你带回到它实际的状况。啊，就这边呢，就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在于是说，它不直接把它喊的那个好像是多么悲惨，可是它那个大的架构铺陈完之后，它就用小的点景放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有耐心，就反复的对照这样子的话，就是它会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冒出来，就是那种那叫做阅读的时候那种知性的一种喜悦，就是你们哎。看见了这个又打通了，这个打通了，就是那种的那个区别蛮高的，哦。对。我说这边哈，总是很谢谢老师哦，因为我一直都说有时候也很怪，就是当有些人太了解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可怕的哈。老师读到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哈，因为如果老师正好那样，我也只是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个是之前我有在南海一郎也有策展的哈，这个是在 CO4 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 CO4 讲的是2002年，这是 CO4 2002，我在南海一郎当时策展的其中一个啊，那那个时候我这个我是邀了另外傅玫瑰哈，从加拿大，然后后来又跟舞者像。那个李美光他们在这边做的互动啊，这个是这样。然后之后他们又更厉害的，就是我蛮喜欢去不预期，就是我先不帮他说你只能变怎么样，我是觉得事件之间他自己就会串联了，所以当时是这样，他们就会很好玩，就会互相之间把别人的元素可以拉进来。当然就这里而言，我自己最后还是就是说啊，我也很感谢眷村是给了我这些元素。因为从小你可以看到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北北们口音都同，啊，因为我是在中立的眷村，所以我们妈妈们呢有原住民、有客家、有闽南、有外省，所以也是一样，妈妈们什么都有啊，哦。那煮的饭更是哦，终于一下有人来跟你说，啊，这个客家的什么好吃，所以我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吃客家菜，啊，哦，那我妈是闽南，所以你在这个当中你就会觉得那个文化的融合，而且很自由。因为大家都没有钱，我不是住那种高官的眷村哈，我们是那一种叫说丙级的，哦，丙级还有丙丁级那种的哈，是士官级的。所以它不断改建，不断的那个。还不断的，所以在这个理念里，它就是不断的有机的生长。然后人们因为都没有钱，就觉得相濡以沫，啊，互相其实是蛮好的，它比较自由。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其实还有时候蛮喜欢一种混乱，旁边可以说混沌啊、自由啦，啊。所以我对于乐师，就是这每个人习惯。我直到现在，我说啊，除非有人要给我一栋什么大房子，好有钱，有人情味，可我对那个生活是不自在，啊。我还是属于那一种，可以在泥巴里打点滚啊，然后你今天爱干嘛，自己家哪里漏水，拿个板子钉一钉，万一可以修好的话，所以我是过普通生活就好的这一种人啊，因为我。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如果可以独立自主，每个人的自由，我一直觉得是眷村里教会这个，还有教会最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一样哈，都没有钱，人跟人只有情感合不合，互相交流，互分有无共享，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可是当我也发现，眷村也绝对不是每次像电影电视演的那样概念化都那么好，它当然有它黑暗面嘛。有那么多人精神也有一些状况，有多少人是不愉快的婚姻里，这个事也很多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之前看到人们没有钱是多么欢乐的彼此接纳，当大家经济越来越好，墙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扎实的时候，你就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完全被阻断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里，我觉得它是有比较细致的一些观察，啊，跟人们跟人的互相的一些概念。可以，因为是这样，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很有机的有一些
有一些交流，所以我当时也，我们后来也是我之前像刚那个计划，我们后来就发展到从台南无缘之后，再到了加拿大，所以我就会除了自己个体，可是我一直觉得跟他者交流，我也很在乎，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就是我希望我这一个并没有跟别人融合，可是我们可以互相分享，让他看起来更大，可是没有要说变成我完全要改变成不是原来那个我，所以我做了很多作品也都是我们像我如果跟正好跟另外两位跟 Joan Cornejo 跟王子云他们的展，我们当时就定了一个，我只是很好玩，觉得客厅走廊房间所以我已经就在想象像一个家庭里，比如有的是房间，那什么是房间？每个人你可以躲回自己的空间，能关着，起码属于你。可是廊道呢，一个走廊它可能要串联，不管是两端或者当中的好几端，可是它可以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还有一个叫客厅，虽然是家里的客厅，可是它也怎么样需要有距离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这一种身体距离跟人跟人之间的再亲密的，可是它应该有一个什么？什么这样之类的关系所以这个也对我个人在作品里影响蛮大。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就是在眷村里，人们跟人们因为太靠近了，随便你从这家你越过墙就可以叫那家的菜就可以端过来吃了，可是也相对的有这个的美好，可是也相对隔壁在打孩子，在骂人，你全部从头到尾一字不漏都听到，所以我其实一直要谈的就是绝对没有，我会从来不认为那么乐观，绝对美好，绝对不美好。我觉得就像颜色，它有一个要很鲜艳、很美的某个色，它可能要看它对你的关系，它怎么样在我们上面，你才会增强这个，可能是它会变得更强，还是会互相产生另外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变成我用颜色来说这样子的一个隐喻了，也有一点。好，那就讲到颜色，我们就再追问。就是你两边的颜色其实差别非常非常大，对不对？就是那边虽然是捡来的东西，可是因为那都是那个房子的广告，所以基本上颜色很强烈。那而且那边打的光也是不一样。那可是，假如说看完那边的话，就不管怎么看，就是从这边看过去的话，那边就看起来好像是很愉快。可是只要仔细看的话，又发现有点其他东西。可是从那边看过来的话，就基本上那边就看起来很重，跟建筑有关系，还有就是那个高楼大厦的关系。它主要是灰色调的，照不到光的，只可以在那个缝隙之间就看到那个。日光灯之类的光，就是因为你是那个色彩计划专家嘛，就是你在那个这个两边空间这个色彩的对照，然后包括你做的工作，它已经是一个眷村的老人，而且是一个人，那包括就是你对于这种都市的一些正面负面的感觉，就是、说你在那个这样的一个策展里面，就是、说你对于。我不晓得问了就是你如何去布置这样的两边这样的一个色彩，或是空间，或者说我身体的感觉，或者说那个通透的感觉，就是这边它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对照对比，这样子一个比较都会的一个就夹缝里面的生活，跟那个都是平平的，可是互相之间那个关系好不得了，非常生活。就这边你现在其实。因为想说的东西很多我这边哈，也就是说，其实我这个是之前也有在南海一廊哈，那这一张好在新兵码头哈。其实南海有就同一个展，是我把它不一样。那当时我就做了很多的短片的话，一个一个不融合，可是一个一个好像又有关系。所以我是喜欢拿看起来都没关系的人把它放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互相又不混。所以这个是当时我就已经有说，我自己觉得蛮好笑，就是啊，我其实还是蛮喜欢甜瓜仙女女性哈。虽然就是我的感官有时候希望她跑在前面，可是事实上的确是并存就是不是只有那么有甜瓜而已，就是不是只是那么甜美那在这个当中里，我其实对这一次展览，老师是讲对了，的确是有做色彩计划的我先放给大家，那我都有备而来，想说万一他有问到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老师实在很会挖，所以有时候就
举例哈，先随便看一下哈，这是我之前在海边，我在八斗子做的一个计划哈，八斗子的公共艺术。那当时我们去近滩捡了一些东西回来，大家说啊，这个本来是看起来很脏啊，垃圾。我说真的吗？人们有时候透过视觉随便动一下，我们就会被骗。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帮他们稍微简易排一下之后，就后来没想到海科馆到现在常常来问我说，可不可以授权这张图，让他继续放在杂志上。好，那就只是一个好像丢掉，我就从人工到自然去帮他排一下。所以我也就会说，色彩有色彩的语言，它有它的次序哈。有的时候是很自在，有人先天美感。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很理性的，好像这里就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海边。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个概念，就是哎，海，我们去捡近滩，捡到什么，你就可以大概取样，就知道说最近台湾可能飘过来是什么。那同样的，我爸爸他去捡那些纸，那其实就很单纯。台湾最近的商业印刷，或者我们一般人什么会打动一般人，大概就是那些色彩。所以我在后来做的另外一个区块，那个三角的窗的那个就比较马卡龙，好，那个颜色当然它原本单盒不是，可是我帮它整个组起来，就我那个时候喜欢这种色调，好，所以就等于它很自然，它就会反应。那这个时候是那一阵子我在海科那边的近滩的时候可以剪的，我们就当场我立刻就拍，好，所以以这个为例，那我就会说，就好像它很反映了这些日常生活的物品。它只是反映了人们的一些喜好，好像这个时候是就在海科那边，他们每年的还有一些中午节庆，所以我会把这些人们平常里面到底要用什么色，他怎么做，我光从仪式里也可以看到，好，这个是他们放水灯，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然后举例哈，那我就会对，那我以前自己就会说，哎，我替他找到了什么颜色，那我们就会类似这样，我以前就会很有次序的包含。宝藏岩我也是有做这些分析哦。那从这样一个概念里，我再去看，那时候我还带一些老太太们哈，那他们很会画画哦。那我从他们自己去，我之前有一些东西给人家选择，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去观察老人、小孩，还有大家可能要的是什么哈。我从这边里就会去做这一种的一些分析。那在这个当中，你当然回到眷村，我试着也就会帮，像这个是我连续四年哈，可是因为今年我真的累了，所以。我还正在挣扎哈，明天是最后一天，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哈？那在像这个是我已经在这个眷村，就是我重新因为这个眷村而决定重新再回头谈这个议题。所以当我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村子的时候，因为马祖新村绝对跟我住的村子不同，虽然它在我家附近，这里是高官的村，好，就是它是就是它不同会因为哪些元素对？它所以就是非常不同，他们是而且是因为是重盖，他们是为了这种就不是鱼骨式建筑。好，我家那种眷村就是鱼骨式的，一排一排的，然后背对背的，然后横窄巷。那这里你就会看到它是美式，他们是从美国就是去从美国那边带着一种美国方式。哎，对，他因为这里都将军，号称比较多将军。另外一个村像太武新村，那就更厉害啦。那个每一间隔壁这个就这个都是打，因为他们是打八二三炮战。好，所以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东西它就会影响那个结果。好，所以我是在这样的状况里，好，我自己平常因为一直都在规划这一些每一个要干嘛每一个要干嘛，所以我对这种色系还有我在第一阶段我们可能用哪些色，好，譬如说国旗色，好，用什么色，这我对这种东西当然是还蛮娴熟的。那可是我回到我自己这一边，好，我这一次这个作品里 这个我也说过，我是从最早在这应该是2014吧，好，2014的1032014年短暂停留开始，所以我这个系列是跟这个是有关，好，从这里延续。那这个系列它也很有趣，就是其实各位有留心的话，在父亲那边里我弄的那个小床，我其实就放了两个，一个就是这一个船，这是其实这就是我外婆红棉床上的图案，另外一个是飞机。可是在我接触家人就是舅舅那边对我很好，知道我从小很依恋，就是因为没有家嘛，也没有那一种，所以能够让我跟台湾土地有一点点关系，其实是回阿妈家那里，我才会觉得我好像是这个土地的人哈，本省人哈，受日本教育，受日本完全受日本教育哈，那不会讲国语的，
所以我每年有那种假期回去，短短的时间里，我就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就会跟这个台湾土地有关。然后去城隍庙看的时候，就看到仪式，看到很多事，我才会觉得我跟这个地方有很多关系。所以我很奇怪，我特别喜欢台湾这些仪式，所以我才会去，当时才会去接皮影社，还尽心尽力的去找当时弥陀乡的许福农老师教我们台湾皮影，我还学着唱潮州调，那个年代。我可以马上问一下，就你哥哥那个剧团是演什么东西？他们是比较青少年，还有实验性的剧场，就不太一样。他是从小剧场出来的，所以因为我个人我不觉得我喜欢，我不太会表演，而且我就是又很疏离，所以我平常那个表情也不够多，所以我们这种人比较喜欢是在后面，所以我很清楚，就是我比较喜欢偶戏、影戏，我从前就很喜欢，非常喜欢皮影啊、偶啊，就是你很清楚是你会让有个人来代言你，所以我即使在喜欢，我收集各种物件，我都是觉得那些物件在替我说话，而不是说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超偶戏，所以我以前的展览老师没讲，我就叫赋予，就是我会用赋予术，我比较不喜欢直接自己这样子，我比较喜欢，我帮你说，所以我刚才是很多害羞啊，好，所以在这样状况，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突然有一天也是吓一跳。当我要为做这个展的时候，我近拍的那个床上的，我从小就在那个床上玩，就有点像现在我自己营造女儿的那个空间一样，它是如此的暗。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在旁边床也很暗嘛，那我没有留意那是什么图案。结果呢，真正的我家为了做这个作品近拍之后才发现，我因为不太清楚那是什么飞机，我还为了我这边没放现场有哈，其实后来才仔细看，我发现有一条这样的界，那旁边有三台飞机，那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我问了空军的朋友，就是架战斗机的，他说那是零式战斗机啊，而且呈小雁队形。好，所以这样的时候我是吓一跳，而且他问我说那这个会不会是就是民间的太平舰？我也吓一跳，我说我不晓得。可这个事对我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事，在那样的时候里，我们会放在就是日本要战败的快要战败的时期里，这样的图案居然会出现在女性的红棉床的一个装饰上，跟军国主义这种很奇妙。所以在这里，它跟战争的关系，跟一个应该温暖保护我们的，我居然在那一瞬间才发现，原来是跟战争是有关的。好，所以这个是很微妙，到底他是要攻击这个船，还是这个保护这个船？是他那个船他们是派来保护呢，还是因为这一看不是战舰，所以类似像太平舰要被攻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好，所以只是说这里我没有要给答案哈，因为也都很久的事，我只是惊讶的，就是说原来在好多地方里，我们看来童年你认为先前的先验经验有没有影响，原来一直影响我的是，我到现在都还是有这个习惯，我非常喜欢海，我喜欢码头，我喜欢床，当然我也很喜欢飞机，就跟很多人不一样。然后我从小玩的家家酒都是漂流孤岛，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那种小女孩，就是一个人演到荒岛之后自力救济，然后自己怎么样采野果啦，怎么样求生计，就是很怪的故事。所以后来想一想，也不是那么没有道理。可是也因为这个事件，我也在思考，所以我才会故意安排一个，明明我是做好两个空间，女儿跟娘，我就会让她当中挤进来了哈，我就挤进了夹层，就我就安排了一个小夹层。好，就这一次这个展览的哈，我就安排了。我刚讲的对比就是这里哈，可以看到他在这边故意，因为我给了很多图，他们是截取这一块，可是也就代表我故意，我自己在排这些盒子的时候，我有意识到对比的这件事。好，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是很好笑，我也就附了设计图，可以让大家简易的看，因为太赶了，我在高铁上简易的说，请帮我把这里封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希望群众可以这样子透过这里可以看这个。因为我不希望它封窗全部开，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要透明，所以我是用这三扇窗跟这个点这样一个三角跟这里三个倒三角对话。那我希望就是穿过，好像我面前有阳光可以进来，跟眷村的经验是有关。然后人可以走到这边来，那走到这里我会给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块在这里。那以前它有浅灰，那我为了保持，故意不要再通通都上漆。
我也就第一个好像在利用绵延以外，还有因为它是灰色，这个灰对我也很要紧，因为我原本想要是一种感觉，就是处境，就是不知道它是在哪里，所以这个灰给它一种莫名的一个没有定义的一个空间，所以我把那两个你说的两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幻灯箱哈，对，广告的灯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让这里好像一般人会从小爸爸会跟我说眷村很奇怪，大家都在涂那个叫苹果绿，尤其大家叫它苹果绿，就大家都这样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爸爸说这个是苹果绿，他要去买一罐苹果绿的漆。好，所以就这里面我就会去抓那个主色。可是我刚刚讲了，既然是两个房间，我原本算好的对称的哈。可是我就刻意希望说，哇，那这些夹层还有一些讲不完的故事，所以我就会试图在这里创造，用这里。好，这里不是打广告，不好意思，我这个格力的那个色号都出来了哈。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这样我就会故意在这里做的切割这样一个空间，就是让这里到这里就有另外一小件，另外一个故事好像串场就进来。然后我们人走到这边的时候，我这里就会维持，我就说它原本的白色，我就请它留下来。我算好一个，就是在这边也做另外一个，好像这个女儿其实为什么这么忙这么累。其实也很好笑，我就说啊，因为我心里要做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哈，还有公众的事，有父亲，有母亲，有阿妈，所以这个还蛮忙的。好，那所以在这样状况里，就是我自己悠自己一默啦，我是这样想，所以我把这边画了一个，然后我再让这里跟这里是有绵延的。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绵延里面，那各位，我这边也安排了，就是另外其实并不是没有色彩，我是安排比较深的这种带点粉红。好，那所有的粉红都计算过的，我故意让这边出现的粉红，好，这里比较接近什么土耳其的粉红啊，跟这个那个 pink tiger 这样的一个色哈。那我会刚讲，随着时间走，我们去走动的时候，色彩的记忆会有点变化。可是这里因为比较暗，所以它的粉红感就会被稀释，或者会变成好像也比较忧郁啊。所以这个当然还有唯一就是有点微微可惜啦，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上面的日光灯，它那个灯几乎都不太能用，我坏了。好，所以我们只好靠在肩缝里放一些小灯，否则我是希望那个光更柔和很多。可是因为很密嘛，所以它洒下来的时候底下都是碎点点，所以再浪漫一点。可是现在因为是比较强光，所以它戏剧感压力大一点。可是这个我们已经试了，直到昨天我还在说我们能不能，他们说就是没有办法。太硬了。它现在就硬了一点，否则我会让它像有点浪漫感洒下来。你在什么藏经阁再看到上面，哇，里面有这么多密码啊，细细碎碎下来。所以这是光影啊，这是唯一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的点。可是因为他们说以前上面不知道那些灯管，他们说那个管线要怎么解决，太大了。好，那因为我这次的时间太短，我就当然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另外备一大堆奇怪的灯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可是我觉得后来当这样也可以，可是它就会有一种比较硬的一种，好像强光，所以戏剧感比较强。我本来是不要那么强的戏剧感，我要微弱一点。要演出，现在要演出。对，因为戏剧感它一定演出嘛，就是你好像刻意很悲情哈。其实我只是还是要显得有一点，看起来好像哇，好可爱，好浪漫啊。可其实可能也许不是，所以这个是个人在这个原本对那边想象。那可是在这里一块一块，我就已经替大家画出了一个空间，还包含我妈妈的，好，所以我让她在几个小电视里互相都会一直出现。好，那因为她一直觉得她是被，就是女性，所以我也觉得是那个时代的，他们总觉得他们被遗忘了。可其实哪有被遗忘？因为她这么小，可是占了那么多空间哈，而且那个磁波之间那么强，所以绝对没有被忘记。好，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有点开自己家人有点小玩笑。那其实当然也是很好玩的，就是我自己也希望他在老电视里可以，好像年轻没有实践的有些愿望或他喜欢的事，可以透过老电视里可以又再被看到。好，所以这个大体上是我在对这个色彩里有一点点的那个想法。好，所以也就会反映在后面这个里面，这个色跟前面的色就会不太一样，在不同的光影，这一组群组，其实这是我前一阵子又回去我们在挖掘出来找到的哈。那我再帮他配色，然后跟重组之后，觉得真的是蛮漂亮的颜色，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欢乐的。我还是这么认为，即使我们每天往前走5步，结果每天不得不往后退4步，可是我认为还是有那么一点变化，所以我还是带着那么一点
也许就是我家人或我爸爸给我一种乐观吧，某种乐观啊，这个是我大概回忆。因为你对你妈妈谈得很傻，可不可以？好，因为我妈在上次谈的也算比较多，这个哈，这次就很少，太少了。欸，因为对啊，因为这个说来就话长哈，因为蛮复杂的一个事哈，因为这个会牵扯到一个还有叫照护者。好，当一个母亲，她必须去照顾这个。我想，因为很多这种是跟社会议题也比较有关，然后她要扮演一个照顾者，还有她自己童年有些没过去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直随着岁月会被放大，那个放大，他就我妈妈就一直定格在他童年的不幸，因为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是养女嘛，很多的养女，所以这种养女的故事就会一直不断的好像会重演，所以某种没有安全感就会更大。好，所以像眷村之后，因为我在短暂停留，因为当时空间很多，不太很多，所以在那个状况里我就会觉得说，老人家，我爸爸会变成这个时候，他可能去折纸，那我母亲就会变成，跟着台湾的时代脉动，他甚至现在很多影像都在 YouTube 上会传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会去电视，要去电视台唱歌，所以我妈妈这边是完全反映时态，而且现在电视台也进化到帮他们都上传到 YouTube 了。对，所以我妈已经就会变成，就会也会赶快给我们看，就是你看我已经在哪边了，所以无远佛界哈，所以我也会就觉得说，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事，因为这个要在发展，它已经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只要你妈妈太强调的话，就是真的会干扰你那个这个。因为这一次里面，它只能两种对比，我妈就会变成是不能说这是辐射，它是强调色，就是在那个色彩。干扰你们这个对话。因为它有啊，因为我妈妈一直有，所以我在作品里有啊，就是三个小电视，没有那像那个还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它三个要互相，各位看起来那是，你们就可以想象，我为了得到那几台小电视是多么的辛苦啊！因为这要在全台里搜寻，要半夜跑去买家，人家告诉你十一点来面交，你就跑去十一点，所以是有蛮多这个，所以我最后我发现展览很多人喜欢去拍，就拍小电视，会跟小电视合影。因为很难啊，而且还状况蛮好，红电视那一台状况很好，那黑的那台也很有趣。大的那一台呢，是你要跟它有一点亮，所以是磁波的干扰，所以它就会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在那边我也不是故意要说我妈在那是个干扰，我觉得那颜色也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就让它保持现况。而且是你站很久很久，观众站很久很久，那个就会很稳定，它画面就会稳定。所以也就是他在嚷嚷说来看我吧，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另外的，所以其实我是有放进去，可是因为我一直说这个性格很低调，比较好像不太谈，可是每一样东西我都有照顾，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笑，仔细想来真的是很有趣，因为包含连澡堂为什么一定要旧电视，我说这里不是故意要炫可爱，是那种就是跟着游牧民族，意思也就是我如果那块毯或者是我到哪我就得带着它吗？就等于到哪，而且你都可以收天，你可以用天线，你可以用什么？好，所以就这个部分里，它有另外多重的隐喻。因为我可能很喜欢的东西是有点我们说多惊喜的，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事情之间互相的那个变化，就是意义比较多层，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即使我这次想要控制在两个对比里，它绝对表现出来也还是一个好像多方对话，还有不断的我们刚刚说的有吵闹，说不行，你忘记我，你又把我放角落。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进去哪里最重要就是那个角落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妈妈真是重要。所以就是你的展览比较不像是视觉艺术家的展览，因为那个就是里面那个配置的方法是很戏剧。就是每个角色在那边是有什么特性，或者说他的历史，然后说，假如说一个人他有好几种性格的话，你也可以去注意到他的复杂性。就那个，我想，说不定讲到这边就可以了。就是我想，那个可能很多人想问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就现在就开放大家，然后30分钟，好，差不多。对啊，就不晓得大家看是不是也有一些，就老师刚刚他问了我，大概就会回应嘛哈。可是刚刚我也稍微说，戏剧应该是有一点嘛，可是也不是完全，因为我
我自己觉得这也蛮奇怪，我毕竟还是美术系纯出身哈，所以我现在又回到美术，只是说可能我会带着比较多重一点的视野来看这个事啊，因为可能跟剧场里面那个走位啊是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会留意谁从哪边走，人群从哪里走，还有跟我长期我说我很关心路径这件事。是有关的，尤其像以前我毕竟在建筑系教了十年，我在建筑系里，我以前我们在做基础设计就很喜欢跟他们谈从哪边走的路径，那有几种选择可以怎么穿梭，那从人走的那个路道，我自己讲我在做装置，其实这也可能跟法国的，我在法国念那个艺术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校也是，就是我们跟台湾受的那个美术的整个训练是不同的。那边对领域比较多，因为好像就是我们对身体感这件事啦，应该是这样讲，还是要回到身体感。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我们这里对身体的感觉是比较平面的。可我真的觉得在西方，包含像你看啊，假设我这次丢了一些小符号，我丢了一些植物的符码。啊，动物的，像刚老师讲的羊毛的，我丢了，所以在这里动物、植物其实都有了嘛。啊，还有丢一些小线索。可是如果就说我们一般进到一个书写空间的一个装置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的确是打开五感的。好，我记得我当时的老师也就是不断的反复哈，我们会讨论的就是我挂作品的高度。好，因为从那个时候他就也观察到我故意有时候作品放很高，我说你为什么放那么高？因为我说啊，我就是要观众看得到，我的比例看得到，只是拿不到，好，或者是碰触不到，好，或者是你明明觉得哎给他好清楚，像我有一阵子拍一个我自己另外一个作品《亲密的距离》，我是当时找了 HDD 拍，就是很仔细，然后计算好角度，每一个东西都清楚，就是他不知道他在躲什么。啊，就跟这次，所以我也有刻意的去保持那个疏离感吧。那这一类的概念，我觉得反而我在法国学等于学习的时候，艺术学院里，我们比较多这种跟身体、跟记忆啊，还有跟心理学是很有关的。因为我当时的老师他非常擅长心理那一块。哦，那另外一个老师就是上课简直就像那个剧场的。表演者老师自己上课，为了让我们有感觉，就砰就会倒到地上，还有老师还会倒立，一颗就会倒立给你看。他说你要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你为什么都要用这样子看？你觉得理所当然？那你不能躺下来看吗？他说你不能这样看吗？那所以我自己后来刚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海洋嘛，所以我还有去考潜水执照嘛。所以我在潜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那个感觉太好了，因为你拼命吐气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肺的有些你是吐，你就开始觉得你这个时候就是你到底是上升跟下沉，你就觉得你有那么一口气就差很多，然后你会看你的泡泡多大才决定怎么样。那同样的，你就会脚在下面，脚在上面，头在下面，你就身体就是那个整个世界跟你的。感觉就不同，所以我也试着在这些当中去理解这个感官跟人的位置，还有这个位置的确也是象征性也很大，因为欧洲它会谈那个政治性，身体的那个政治。好，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五年都在那个图鲁兹的学校哈，那在这边里，我们的老师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启发，是有别于我自己觉得在台湾的当时美术系不同。那我那个年代是。以卢英德老师在跟我们谈媒体是一切，所以我也觉得卢老师当时给了我蛮多跟符号跟还有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message 这个概念哈，是蛮有影响。所以这边我觉得我还是蛮美术啦。没有那个，可是那个美术跟那个我们平常的平面的绘画是不同的，因为我觉得是就看你作品的时候，我身体感觉但是很强，你会进入到小房间的身体感，也进入到就是那个城市里面的大楼，乱七八糟盖的大楼下穿梭的感觉也有。可是你也有从很远的地方看某个东西的一个，就是一个你从近的远的，还有就是大东西底下、那个、小东西底下，或者说有些地方可以让你纯然进入到好像梦一样的那种，就是有几种的空间感或几种的位置。在这边被交叉的挺好的，就是一般的展览它不是这种感觉，一般展览是这边放什么东西，这边放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种那个就是路线。可是
假如说你是有剧场感觉的话，就你走路线的时候，那个观赏者他的感觉会改变，或者说这个是在平度中走，这是浅水中走，这是在一个味道很重很闷的地方走，就是那种在那个行走中间，他那个就是身体感也会转变，那个位置感也会转变，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比较复杂一点。哦，或者说他给的讯息其实会比别人更多，就看着就两间的是。两间其实算是小展，哈，算是小展。可是你在这里面，就是你看的时候，觉得说它是个大展，就我不是随便说，因为我是看了很多大展的展，就是你走在这只有两间这个小展中间，可是你觉得说在它里面那个就是穿梭变化的那个复杂度，或者说就是尺度的改变，它那个还蛮复杂的。我稍微就补充，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空间，是因为刚除了去讲潜水，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去一直想要试着改变身体去看东西，所以我以前也有去参加跳伞，所以我以前去虎啸战斗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试着就去爬那个跳塔，然后在那高跳塔上去看那个，好像就不一样的经验啦。还有这个时候发现人脚要离开那个地心引力，你想要往下跳的时候，那感觉其实还蛮可怕。可是最高点跳过之后，我不晓得，就我一直对那样子，就说我换一个，我刚说我在水里，或者是当我们在潜水，有时候你上面很多水草在你头顶，就跟像我这一次，我就会一直去想，我们人有时候换一个视点去看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在这次我才希望是好像一个是在压着我的，可我突然到那边去之后，我豁然经过一个路径，好像开朗了一点，去看一个，不管是不是城市，还是一个什么的变化嘛。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在这次里面，我在空间，还有虽然我是很简单的靠一些颜色想要做区隔，因为我并不想做太多隔间。好，那当代馆真的是可以协助了，可是我一开始就不想。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靠自己，靠地面的，靠墙面的，靠这些，我就可以做出他自己的空间区隔，然后靠灯光这样。而且因为我越来越走这种环保路线，这开玩笑是啊，因为我自己尽力，我都已经在用旧的，还有我对每个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信念哈。那我的信念总是希望可以跟大自然共存的这一块，所以我也在我自己选用的材料里，我也一直都喜欢用这种可以再生我回来，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处理哈。那这个呢，也就是我刚说，我在外面就希望他把我现在看到的是人工的世界窗，所有东西看起来很规则的，跟旧的这里的历史建筑稍微，所以这里的三角，我刚说每一个小三角跟这个是我小小的，我个人只是觉得蛮好玩的，也正在测试。这样。我做一个小补充，这个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台湾有位女性艺术家，她叫做薛宝霞。对。薛宝霞老师的作品，薛老师的即使是抽象画，你会觉得那是在海底很深的海底，在水里面的感觉很强很强。我有一次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我说那个水的感觉太强了，他说他有潜水经验还有溺水的经验，就是那个后来他因为克服这个困难，他就去学潜水干嘛，就是他的感觉不是我们眼睛看，而是说你有压力被什么东西包住，或说潜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那它也有，可是它的不一定是水，它可能是味道、气氛，或者就是那个融在里面的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那这边有一个就是那个贝纯，它有特别的融在一个那个科技的议题媒体氛围中间的另外一种身体，就这不是主题。就是那个女性艺术家的身体感远远要比那个男性艺术家身体感要复杂多。对啊，那我就不晓得大家，对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也很累了。看来对，谢谢你。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听到两位大师的这样的一席话，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大的响应啊。尤其我觉得
在看作品之后，又经过很老师的这样的一种对你作品的那么深刻的了解之后，然后去讨论到每一个不管跟身体或未来的过去种种的生命啊，然后又逼着他讲出他更个人、更私密的东西。我都觉得说，没有太逼他嘛。可是他也很聪明，为什么？因为你讲 A 的时候，他会用另外一个来跟他，又来跟迂回的模式来。所以我感受到，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台湾的当代艺术里面看到蕙兰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执着，因为我跟他认识里面，他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女性艺术家，他对别人的关怀。但是我今天其实比较认真的听到，原来他曾经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在一个小小的榻榻米之外，只有两平，然后一直觉得从来没有家的感觉的这样的一种，后来进入的那么到法国，或者是目前还是系主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耕耘之后，我觉得他的本质还是在的。所以这个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又看到海明老师他在看作品的细腻度，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说他不是用在一个男性或者所谓的高艺术这样的评论的一种模式，然后他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用非常用情感来看这件事。那但是所讲的又是我常常觉得在学院的那种理论其实是比较感动我的。好，我今天听到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响应。那当然就是说我更认识了蕙兰的作品，我相信我待会去看，我一定 follow 你们的这样的一种引导之下。你在穿上另外一种服装。我真的觉得所以我常常想说，就算是座谈会，我也不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说针对某件作品谈它背后的论述，或是根据美学，或者刚讲的很多的符号色彩的这种东西，我想这个在课本上或者我们也常看到大部分谈的都是这样。可是我今天听到的其实是在那个底层的想到它可以那么的自然的连接，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它也是非常的美术的，可是海明却看到说有点不这么的美术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假如说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怎么去谈一个交谈？交谈 church 还是交谈？教谈、oh, church, 就是他的建筑的格式，他跟天的关系，他的窗玻璃透过的东西，然后他里面的所有艺术，他里面的在说话的人、唱歌的人、演奏的人，以及进到里面去取得慰藉的，或者说请到里面去讨论东西吃的人，有这么多交叉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比较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很难用单向的去理解他的作品。那但是说，因为他有那个戏剧的经验，有绘画经验，有都市绘画的经验，还有就是那个在一个很复杂的那个就是眷村里面的经验，就说就你要有相关的经验，你才有可能去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在谈他作品的时候，我就会用把各种东西交织之后产生的东西。所以它也是挺难的，就是它你不能说单独来见这个就碎掉了。那如果去你总共谈个教堂就谈这个考据，就一件一件教堂谈了谈到哪一年，就是你要谈那个就是在那个管风琴演奏的时候它产生的共鸣回响，还有那个天光照下来的时候的什么样子，还有就是这里面各式各样的人在那边对话，或说这里面呈现的可能是一个耶稣的身体，就是他那个错综复杂的东西，可是融为一体，让你体现某种东西的，就是。但是因为你是策展人嘛，策展人就是应该动用这种的一个就是各种元素的一个能力。那他是好几种艺术的策展，所以他跟别人的策展就有点不一样。就说这边也可以就说去区分，他做艺术家，做个策展人，做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团队的一个带领者，就是
它的一个特殊性吧。真的是，就是提到这个church 这件事，我又想到，就是说，其实好像应该看慧兰的作品是我们在讲身体的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成为一个身体，它还不是一个外壳，就是它有一个灵，就是有魂上上下下，对，就是灵啊魂啊，然后才有这个体。但是如果有体，就是说我们看出可能很壮观也好，或者说很形式上的东西，但是缺乏那个灵跟那个魂，因为我觉得魂是一种思想嘛。对，那这种我就觉得跟 church 的感觉，我也会更亲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之所以成为人嘛，就是他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体，一个灵魂的问题。这样可以结束吗？还有时间吗？我刚刚今天来，因为今天很多人来了，这个对话这样子，我还没看展览，我觉得好感动，真的觉得很感动。我做很多功课。我觉得整个展览就是好像可以从生命经验，还有跟这么亲密的家人关系里面，好像看见父亲所做的，其实里面有一种尊崇，然后有一种尊荣，然后把它变成艺术化的形式，然后也带着很深的感情，我觉得我很感动，我觉得很棒。还带着一点愧疚。然后我觉得张慧兰老师真的是非常细腻又非常很丰富情感，我不会讲热情，但是我觉得情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人，做这么多事。他是他的能量很强，而且可以到处做，而且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是冲一点，就是那个反复的这样，就是那个那滚动才是真正的力量，对吧？老师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艺术，就是作品会可不可以脱离作者说话？因为当一件作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它面对的是不同的读者或者观感，那不同的读者或观感可能没有这样的解说，没有那个个人经验，可能会生产出不同的经验体验，或者生产出自己的一套想法出来。那我不晓得老师是怎样去看待，就是不同的读者这的一种经验。那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感觉你的作品会从自己个人的经验或者情感出发，那同时我又感受到了，就是刚才的演讲当中也有感受到个人的，从个人的经验或者做情感出发，又会连接到社会的很多议题。那我不晓得老师会不会特别关注，就是当代的一个社会议题，来专门去创造一件作品。好，谢谢。好，我想哈，这两个问题，应该是这么说啦。其实我做作品，我并没有一定要别人去，像我刚说，因为我刚讲不是被迫啦，是因为有老师有在挖，我才会去说。否则我通常是，比较希望大家自己从不管是感觉到的哈，或者是像我们刚说有个气味在影响你啊。因为像我有时候在做有一些装置，我记得我在屏东一个装置，我是刻意把那个空间我还刻意打了一些蜡，所以那个蜡有一种味道，所以一进去明明没那么老，好多人都以为那是一个老空间啊。就是我做那个屏东有一个韩愈节的时候那个我就去打造一个书房，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那个方式去处理。那可是在这个作品里，我是稍微会去提到，因为毕竟第一个我没有要说一定要脱离作者，是因为他很单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我甚至还放出来就是有人在做这件，不是我本身做，所以他一定是有某人在责。可是我这里也没有一定要让我父亲的脸不断被放大，那我也希望就知道是某个人、某个父亲在责。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可能是很多的，因为这个对台湾而言啊，其实你只要去认识的朋友，你可以问各式各样老人家，
它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哈，就是每个人都在折纸盒，所以对我们而言，这里它是有一些社会共通的，哎，它就很普遍。所以我是把一个很普遍，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事，因为不容易做，因为原本太普遍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放到作品里。原本如果对我们这种美术系的而言，这谁都会折啊。那今天一个人都会的人，这个好像也看不出美术系也要有点不能要炫技，我们也是要有点炫，我们有点什么独特性。可我这里放的是一个最不独特的，是全部人都会的，没有任何难的。它的材料取得也是从全部从街头就可以来的。哦，所以就这个部分里，那如果我说我要把一个这么普通、这么人人都会的东西，要把它转换成某种好像具有艺术行为的事，那当然也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努力的想要去尝试。啊，那至于说刚刚讲的那个背后里是不是一定要跟我的生命关联，我想没有，所以我也就没有要写太多太细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群众在里面，可我听起来大部分人是会有一些感觉，可是观者跟作者未必见得，我没有要强迫大家看到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这次的作品我个人是有一点多义，意思就是我很喜欢给很多种可能，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因为每一位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话，也许看的东西不太一样。哦，所以在这边我自己是觉得可以有相关，有些人非常强调。那我个人这一次作品，既然它是跟家庭有点关系，所以它还是有一点家，是有一点日记式的，这是事实啊。可是它当然也可以，我刚说的每一个只要有这样经验的人，可能都会折纸盒，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吧。嗯，会打发时间，可是我想这是普遍可以看得到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针对某些特定议题？那个我比较会针对的是策展，我会做这样的题目。那我个人哦，我个人做，我以前是两样分得比较开，我最近是把它稍微合在一起。我以前非常清楚，像刚刚放，我这里没有放什么策展的哈，可是举例。像这些一直到刚刚讲有老人家、哦、有这些他会跟我的策展题目就会跟社会脉动，我会很努力的去谈这种事。可是我回到我自己内心，我以前是内跟外，我是觉得艺术创作，我个人是会觉得我喜欢非常自由、哦、我也不想为某些一定要为某些题目那样子，只是他很自发的，就是我最近个人一直朝向哪边发展，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就会很自然的一直往那边这样子去发展。好，那可是在策展方面，也许在一开始我有放，就是黄老师也有发现的，他说他觉得我是想要有点温和的改革者，对社会那个时候你写的文章也提到这一点，是啊，我对台湾是有很多意见的、哦、跟很多人一样，可是我的意见也许我会默默的放在教书里，希望补充一些什么，或者我会放到策展里，觉得哪一些偏向它被忽略了，或者某一些议题被怎么样，那我会放在策展方面去处理这个议题。那对，还有就是你刚才就不小心都处理了关系，你其实处理了，我一直在处理，所以我也比较接近关系美学的那种思考了。我认为事件跟事件没有办法绝对切开，说这样子，像老师刚刚讲的，跟现象学里面是有关的吗？我们进到一个家屋，可能那个屋子的一角的火，好、哦，那我们要去烤暖，我们要干嘛？这所有东西它都有一些符号在里面，都有一些意涵吧。嗯，我不知道我这样回应 OK 吗？可以。
传达给观者这样子。好，这个我又回到刚这一章哈、哦，这个是有方向啊，因为它的方向我就说，因为这是当代馆本来就有的方向，它一般群众是从这里这样进来，对不对？好，或者他们有些看完展从另外这个门这样进来，所以那我在这里我就会假设，大部分人从这进来，也有人从这进来，我就说，既然它是一个即时对比，你从这里先进来，你再往这边看，就跟你翻一本书，你先从后面看，还是从前面看，还是从中段看哈、哦？那对我而言。这一次我的想法是都还好，因为我是故意设计有一点开放的，就是我本来就已经有想到大家会从这里来，是这里来。那既然我们又谈先前的先验的经验，因为即使对比，它一定是你先看，一直强烈的看一个东西之后，你再或者你不经意的看，你以为你不记得，然后你到别的点，它继续干扰。所以我也是为了想这个名字，还有在这一次里面。一直在想跟当代馆的空间要我跟这边的，因为毕竟是现地创作，所以我也很希望把这个观念带进来。所以那既然那个方向性它是有一些那样，可是也因为我刚刚自己说的，我故意在这一块不是这样围出这个吗？那既然它又是如此那样，我说我还是留了一个边缘的它要不要进入的问题，这是给观者的选择权。我也是属于不喜欢强迫别人，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自由跟选择。那这里自由跟选择，就等于说我在这里就是没有强迫的给观者一个答案，我是把这种诠释的部分是留给观者，你可以从很多面向去看，可以吗？有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对啊，我今天还是要感谢哈，在最后的时间哈，因为除了刚刚我是问问题正好，因为我今年还比较特别哈，也很高兴有机会在台大的他们戏剧系。戏剧系，然后在那表演艺术，就戏剧系里的艺术学程里有带一门课，所以也很高兴今天有看到这些同学。那同样当然说还是感谢老朋友，还有女艺会哈，这里还有我们的，对呀、啊，我们的赖晨晨老师，我们创会的会长哈，就赖晨晨老师。然后当然还有就刚刚的佩纯老师哈，就是第一任、第二任，因为我曾经是第三任，所以我刚突然看到这里，不是故意要串联，就百感交集哈，会觉得说哇。啊、我现在又从头回去又去那个，所以也觉得很好玩。好、啊，那再加上因为上次我也带学生去看那个纯纯老师在台大的那件作品，那天我也口头问了学生，很多同学是对那件作品非常有印象，而且非常喜欢，就是那个叫做天文馆，是不是？有一间公共艺术，很多年前了，啊，可是它保养的蛮好的哦，这个，对对对，所以就我穿一下，我这边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那个赖纯纯。我要感谢他呢，就是你知道我虽然当过美术馆馆长，可是我最喜欢的展览是在户外，嘉义装置艺术展或是鹿港历史之西。可是我会做那种展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赖纯纯呢，他们就是当时就收。周凯，他们就有一年1996、1997的时候，就是他说要带着一些艺术家就到西方去京，所以我们看的就是那个莫斯特的雕塑展，去年是嘛，然后卡塞尔文件展就五年次，还有威尼斯专业展，当时还有贝斯巴的展览。那时候因为我就是说我开始去念博士，他觉得说我可能有点料，然后就邀请我去，然后我就看了这几个展览之后，就有点启发，然后我就做了那个嘉义装置艺术展，就是那个展览对我启发很大，就是我会对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大的乡村，如何透过艺术的介入，让某些点它的东西被召唤出来之后。是那个被召唤的那个氛围跟那个附件几十件互相交叉，那个能量才是大的不得了。就是那个事情让我就是对那个大尺度的那个复杂关系，包括人，包括战争，包括基因，包括好的坏的，就是那个这种是对我后来就是对于那个大尺度的作品是比较有办法哈，就是那个都是我们的南村村，就是。十年前，今年就有了，因为是20年前。啊，对对，二十年前，他就那个，
就是就从从那看得起，就就免费去看那个那几个展览，就是那个挺有帮助的，就这样子。我想这个很好玩哈，所以我就说这些网脉哈互相的交织，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明斯特的展，所以我在课堂也跟同学有分享，就是慕斯林那边的，对，那我们才说今年大家也都希望可以再过去，因为这样，哎，我说再看的话，我都看第三次，意思也就时间过了20年，所以在这些时光的这个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哎有一个约定哈，我年龄会到哪边搭去，就这个感觉是真的很好。所以同样当我也就是希望哎，像台湾我们大概以前我们讲说只有美术馆这些双年展还可以持续，那其他地方有时候我们想要试着办一些事情，在我们这里你很难说预约下个10年，所以我也只能说啊，尽力的，因为在台湾的土地我感觉的就是这个变动非常的大，那到底这个大我们有时候是要捕获眼前有什么，我们就尽力把它抓住，虽然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我是觉得啊，也许有一天有些事会变，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群人一直很努力的一直朝向哪，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总会走到比较好，就是带给人的一面。那我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退休了一段时间，而且是老人票很便宜，所以你老人票不要钱了，老人票是半价，半价半价。半价半价是很重要啊，因为2000多你付不起，加500多、600多付不起。所以比如说你去高雄看展览，去嘉义看大展，去台东花莲看大展，到台中看大展，到哪就是你可以去交叉去看它那个共同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可以去建构那叫做委屈的地方的知识。这种其实我以前都不想做，就以前就。做一做，然后就忘掉，重新来做，就是它其实那个互相交叉的东西非常重要。那像我因为有一点点训练，就说就到处去看，到处去记录，那有一群人一起去编织这个事情，就是我想他也是有这能力的，就是我周边很多有这能力的去把它编织出来，还有这边有个公共艺术的高手，应该很多，那边也是，就这边很多高手，就是你。我台上不是高手，就台下很多高手，就这样编织起来的。好，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那另外我也就最后一个小补充，因为刚才有问我说是艺，我除了艺体，的确我也是刻意选地方啊。所以我基本上刚讲的八斗池是在很北方，那我最近是在做南部屏东那里。那我其实也就是等一下刻意让我自己说，我透过展览，透过策展，我希望更了解台湾这个土地，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事啊。因为我觉得我是虽然是从一个那样的眷村，可是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了解台湾，对，所以我最希望的一直是很一直在努力的脚踏在台湾的土地，虽然我没有自己的一块地啦，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这样之后我跟这个土地更紧密，那我也才会觉得我好在台湾是。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就是我好像没有跟，可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如果我即使是到处这样飘逸的，可是我觉得我起码更认识我所生长的环境，然后这样我觉得我在做策展，还有去跟很多地方的人聊天哦，那反而给我最大回馈，就像譬如那时候在八斗子吧，我们早蓬头垢面喝在吃豆浆，我有时候都会跟学生分享，你坐在那个码头看着这样子船跑来跑去。那很多愚公啊，然后居然就会有很多人跑过来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哎，张老师你好，怎么这么早就在吃早餐？好，就坐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它不是什么我今天画或作品卖多少钱的问题而已，它是建立刚刚我讲的这种关系。我就从此八斗子对我就有一个好重要的意义。那我去过了很多点，包含前一阵清泉岗，或我最近要做的到森林新村。那我都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我重新跟这个土地链接的另外一种关系。如果把异地变成家乡，对，对，是这样。所以我的确也是说我找到一个返家的路了，就我重新拿回那个钥匙，虽然有很多的愧疚，我觉得有些东西来不及挽回，我一直在试着救别人的家乡，却忽略了自己家。所以这个是我这几年我一直重新在思考，怎么家的定义是可以更广了。所以我是就这个部分也在试着去做了一些努力跟修补。好，今天再次谢谢大家。